我们今天来选西雅图这边，来选一下鞋子和衣服，然后等一下再选一个钱包。所以我们来现在来看一遍，这是九号的鞋子，有这个阿迪达斯的，有锐步的。保罗，各种都有。这是八号二分之一的，七号太小了，七号有点小。这是九号一直到13号，这是非常大的。9号、13号，这一双看着是非常好看，彪马出的这种漂亮。这个白色的也好看，34.99，白色的好看。彪马，对比来看看，这八号半的和这13号的放在一块儿看，差别多大？差别错的很多，所以美国这边还是大的比较多，就是脚非常大，这种非常多。所以这是 Russ 的鞋。Russ 鞋是原价是70，现在是39.99，还是不错的，可以在这儿来选一选。大家在这儿选的非常多，外面下雨了啊。